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合适人家？我还真说不出。那贺涵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唐晶在怀疑我们，你现在要做的是尽快把婚期定下来，不要再拖延。我不能跟唐晶结婚，因为我爱上了你。你啊，一直就顺风顺水的，不如做个顺水人情。阿姨，你还记得当初陈明生是为了什么抛弃罗子君的吗？你始终犹豫的不想结婚，原来不是不想结婚，只是不想跟我结婚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我的前半生。